到了，万物沉寂，街上行人匆忙，玻璃上冒着水汽，光是呼吸都觉得吃了一口冷空气。然而就是在这么大冷的冬天，贾乃亮居然带着甜心出门了，出门也没办事，就是纯粹的玩雪。贾乃亮发了一个带甜心玩雪的视频，甜心过得非常的厚实，羽绒服、雪地靴、手套、围巾、帽子。画风成了这样，我开始以为看不到脸，只是露两个眼睛而已，结果没想到勇敢又坚韧的甜心居然素面朝天。视频里面甜心很开心，一直在夹雪球，就是用夹冰淇淋的那种夹子，南方的孩子都是没见过的。他夹了一坨雪起来，非常的在用力的挤压，看他的眼神都成了这样的画风，哈哈哈。但是甜心还是乐此不疲。我发现雪地后面都还有一个游泳圈，我猜应该是用来滑雪玩的，虽然有点阳光，但是看地上雪的厚度就说明有多冷了，甜心稚嫩的脸都冻得红红的了。